日，在窦靖童的访谈内容，在跟主持人廖家辉畅谈音乐创作的过程中，窦靖童更是聊起了自己的生活状况。窦靖童在节目中表示，由于自己是天后王菲的女儿，一直都被外界所关注着，一举一动都能成为新闻。对于这些，窦靖童则更希望外界能看到他的童心，把自己当成小朋友来看待，不要去关注他身上的纹身，也不要去揣测有没有早熟，更希望大家关注音乐，更想走入主流市场。即将满21岁的窦靖童也毫不忌讳在节目中谈自己的感情生活。窦靖童坦诚会勇敢追寻真爱，也会珍惜身边的每位朋友。窦靖童的知己并不多，周冬雨和马思纯都算是圈内好友。而对于他跟周迅的忘年交，窦靖童坦言两人在一起的感觉很好。我比较偏爱跟年长的人交朋友，工作上能跟很多前辈沟通，感觉很好，能在他身上学到很多为人处事的方式。